道新鲜的声音，感受快乐生活。FM 一零六零九 ，AM 一三五，海城电台交通。每一秒钟，每一分钟，一首歌，感觉就到，直接感动。OK， 在帮助司机刚刚来公布一下获得中奖的两位司机，那么分别将获得由贝加索斯加四或者是由之，你可以任选其一，就在中午的11点了之后到贝加去领取就好了。那么分别是我们的103号报道员，还有67号报道员，可以在这个下周一的时候呢，到贝加两处报道中心去领取。记住了啊，103号和67号。那么这样获得这个2张2人转门票的司机呢，是我们的77号报的人，在周三的时候到205室领取，到健康205室，将获得2张2人转的门票。同时呢，获得奥斯卡最成功纪念品的是我们的驾驶室。司机师傅，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坐到这个位于在站前富强大厦1楼的奥视眼镜去领取就可以了。